区前半局向上带来了三分的来自球外野，而在这半局明队进攻第六棒使用代打背号四号吉利吉隆董冠全场看了一位起死的即将狂欢瞄准地球形成的可以翻身的中国姐，中国姐翻身啊！哎，中国姐啊！哎，中国姐翻身啊！哎，中国啊！我踩到，打到中国人到第七棒使用代打四十六号范国成。你今天被盗了。好，来全场跟着音乐，你们要看的来了。方向的弹跳球，新元俊对角长传一垒，形成两出局。继续打击第八棒，背号四号福海喜。One, two, three, go！福莱西刚刚的跑垒有角逐盗垒王的实力，好，再给他掌声鼓励一下，谢谢。这张打击区第九棒三十九号林立，好，各位所有现场球迷，我们跟着林立的一起起来吧，林立加油！林立的威力，林立的威力，林立的威力。
点就进攻。好，现在呢，所有球迷朋友 ，Amy 在这边工商服务一下哦，您。